今天我们玩的图叫做勇者斗黑卵，我和表妹都是勇士，我们要下去拯救世界了。啊，跳！哎 ，nice， 成功着陆啊！为什么我却直接摔死了呢？什么鬼？好，我们直接去第一关吧。哦，20秒后，后面的门会打开，丧尸要出来了。哇，小妹，看看前面好多呀！哇，哎，我还在这看见好多炸药桶，我们能不能用炸药桶把他们都炸死？可以可以，表妹，我们到炸药桶这里来，快来！表妹，我跑了。你不说一声。OK， 机关开了吗？没有呀。这里怎么有个门呀、啊，表妹？这个门才是我们正确的路吧？对啊。哦，这猪。好多猪。这猪不会要打我吧？这猪啊。哎。哇。大战猪猪怪，这什么呀？这个这个牛好大表白，哎，他打我，溜了溜了溜了。这个牛好像血有点多呀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。表哥快跑，你让他追你，我就只能在后面打他了。哎，打死了，看看有什么装备吗？哇，掉了钻石。看，表妹抢东西还挺快的。小妹，快给我开机关，我来上去。嗯，这个机关，按这个吗？啊，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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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把我压死了。进来进来进来，我们这里有个按钮，可以下去的。下去之后，我们会遇到什么机关和怪物呢？下期视频再见。